没有瓦斯特殊事故呢，就是指呢，这个井下的采掘工作面呢，这个煤和煤体里面的瓦斯啊，在硬底以及瓦斯这个压力的作用下，在瞬间向这个采掘空间特能涌出的这么一个过程。如果工作面空间里面有人呢，一个是跟煤体啊那个掩埋，再一个会导致就是因为瓦斯浓度高，导致缺氧会窒息。